哦，外公外婆，你看，啊，快到新年了，所以我给你们献上一个，曲子啊，这是我的钢琴伴奏是阿妹，然后我们会送上几首吧，然后先来一个那个帕克表的卡农，就是啊巴洛克时期的，嗯，用中文怎么说帕克表，不知道，反正你们自己调节点了，啊好，开始吧。